啊，全部都神族是怎样啊？忘该宗族是说种族也要改随机是不是？这样也太刺激了吧！谁读那么久啊？因为其实我觉得玩这个玩神族比较好，真的很悲剧的种族，你还可以去盖光炮，但种族还不能去光炮人家。母舰核心真的是超烂，那是我抽过我抽过最烂就是母舰核心。我觉得人间还可以做一点事。欸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几点去啊？真的要去啊？我不知道，所以你要去载他是不是？啊？你要去载他？你知道他家在哪吗？他我只知道万华。对啊，其实很不顺，我说真的。嗯，哎呀，如果走，好。你是人进欸，恭喜你哦！干娘嘞，我真的注定要那个，注定要那个去光炮人家了。想一下怎样资源分配比较好。欸，我们有母舰核心啊！我操！对啊，都很悲剧哦。欸，我们有枪兵，我觉得我们赢定了。欸，可你没有狂战士，看来是要靠我配对了。那雷格，谁在雷格？要去的话 OK 啊，可是你要来载就是。干废话，不然呢？对啊，所以是看你啊，我没差啊。我也是没差啊。好啊，你要载就载啊。Waiting for you。我觉得你可以出门啊，把你穿到冷静嘛。干，你需要这样子吗？我队友需要我。好啦，母舰核心跟人进两个人去 PK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这样打完再一个 free fall， 今天就这样子。是一个人进对抗母舰核心的战斗。哎呦，看来人进占了上风啊！人进哥说话，人进哥不说话，人进哥他陷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紧迫的状态啊，他没有办法攻围。人进哥，干没空啊！干，人进哥，人进哥表示很忙。盟友基地正遭到围攻。哦，人进哥，人进哥，光炮盖起来，人进哥。谁呀？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盟友基地正遭到围攻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盟友基地正遭到围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靠，这光弹是，哎，我毕业吧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
忘记有狂战士这种东西了。我靠！火星塞，你塞住火星塞。盟友基地正遭到围攻。基地正遭到围攻。都忘记有狂战士了。盟友基地正遭到围攻，已没有足够的进攻资源研发完成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哦靠，这边就好被打爆了。我靠，我要悲剧了吗？carry 我，我的意思说 carry 我不是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会，会，会，会。Nice。高高高高，绝地大反攻。我靠，那个暴风剑已经好了呀。先诛少林，后面武当。小白，你是少林吗？我是武当，我是武当，我是武当，是好 ，OK。对，我是武当 ，OK。那我先把少林给灭了。你必须把他封住。他会是白球哎、欸，干！我靠，这暴风剑有点猛啊！蓝鹰五连我围巾，我完全不怕暴风剑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哎、欸，围巾不要上线啊！围巾去打那暴风剑，快快点，围巾！围巾做事，干，糟了糟了！围巾做事 ，OK， nice。哎、欸，这母舰核心可以攻击哦哦，因为那是 Mars 的母舰核心。哦，哨兵们，我最喜欢哨兵，来放立场啊，放个立场，来来来，放立场、啊，快点放快放，哇、哦，有点猛，哇，好多钱哦！不要跑啊，小女孩！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立场内。谁在这边？香槟太 OP 了，你们根本没东西可以打香槟啊！你们只有那个提速狂那一家有机会。提速狂似乎要爆炸。对啊，提速狂被围巾打死，你敢信？
那也没办法啊。好，尽力啊，我们做的事情就这样而已啊。来，你是什么？你到底是武当还是少林？我也忘记你是武当还是少林。我是武当啦。哇，这个立场。这边是有东西啊，它的量不够了，量再多也不怕漏。来，棒棒剑，是好多，我的棒棒剑兵好多、哦，打不完哎、欸。做事啊，哥哥们！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盟友基地正遭到围攻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你必须把他放进基地正受到攻击。真的只能靠这家了吗？天哪！哪一家？棒棒剑啊！哇！可是我觉得他好像肥不太起来。没关系，我肥就好了。啊！你好意思？盟友基地正遭到围攻。你好意思？好意思啊！你不好意思吗？不好意思哎、欸。真没有礼貌。准备好了吗，小白？我一直都与世无争啊，你知道吗？武当派差不多该是灭国的时候了，没那么容易、哦。居然是打不进去啊！跟你说没那么容易啊！小白没有那么容易。一个人有他的脾气。你必须把他放进来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金矿场已经靠近。刚好那边盖光爆哎、欸，这里蛮有才的。武当派准备好了吗？武当已经那个，你知道武当最后下场吗？他那七个弟子没有一个成才的、啊，早就已经灭掉了、啊。自从张三丰死了之后，对不对？就后继无人啦、啊。张三丰也是来的。武当派，我来了，武当派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金矿场，你看那哨兵那哨兵跟我真的是完全没用，你知道吗？不要，哨兵很强哎、欸。啊，没用哦！赵冰冰就很强，太过分了啦！你知道吗？一个，你知道全天下的神都一样哦，差别只在赵冰而已，差别只在立场而已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控这个？怎么可以控这个陆战队啊？武当派受死！老麦，攻坚！
干，你不要进来！哦，我进去了。哦，干，我不给你进来。你走开！啊，武当派。张无忌是吧？张无忌是吧？这些都是误会哦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哎，留一个建筑让我看啊，那个瓦斯厂不要拆哈、啊。只剩下那个最后一国。瓦斯厂不准拆啊。武当派接下来是哪一派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勾勾肩，我操，这这也太坚硬了吧！无坚不摧。超坚硬！干，赶快 A 上去啊！他的兵都打针到没血了、欸，他可不可以做医疗艇啊？不行，不行，能做也太强了。打一针就是他的慢性自杀哦。哎、欸，看来你们没办法，短时间之内没办法马上攻。反正智障哎、欸！来来来，补兵补兵，补兵补兵。我跟你讲哦，游戏时间超过25分算我们赢哦。好，那我先把你灭了，你不要再留瓦斯厂，等一下到时候插那瓦斯厂。你再说一次，25分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我只好先把你灭了。这不能怪我、啊，只能怪你。这种是橘色哦，出言不逊啊！25分，要不要道歉？道不道歉？武当派。是可杀不可辱啊！武当派，哎、欸，好卡啊、哦！我说那个路啊，哎、欸、干，卡到我他妈位置了！你看，好，23分喽，还有2分钟哦。干，你们这群低能，不要在那边卡，干你妹的！干冰人哦，干冲杀血！交战了好吗？但他开立场也没用啊！做事！啊，还有1分10秒，撑住啊！但我觉得你们要赢了。是吧？跟你讲，我们紫色已经复活了。我跟你讲，看来你是25分没办法灭了我们的。Yeah, winner！ 冲啊冲啊！四可杀不可辱，还有35秒。可辱！可辱！还是没办法在25分内搬转了。我财产破万，你敢信？看看你要到底花多少时间才能把我们灭？干，不要飞到外太空啊！看没有人类哦，那边外太空，哎、欸，人类让你外太空啦。啊，我时间是不是抓得很准？抓你妹啊！要不是我被队友卡住，你们早就灭了。你看现在都26分了，你还灭不了我们。哦，这偷偷在下面藏了一个瓦斯厂。狙，狙。啊 free ball 啊，最后一场